隔音降噪是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已经在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就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制作隔音降。主要是降噪，有非常非常多，有非常非常多公司有制作，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制作这种隔主动式，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制作这种主动式降噪耳机。那我觉得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之后。你应该要沉浸在你自己的泡泡里面，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啊！对啊，有非常非常有非常多品牌在制作主，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制，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制作，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制作主动式降噪耳机。我觉得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机里面，呵呵，耳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品牌有制作主动式降噪耳机，那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你开启降噪，你理论上是外面的声音完全听不见，然后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当中。那你如果想要有音乐，但是又想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你按通过模式，你理论上也要听到清晰的外面的环境声音，而不是打开了降噪，我还是听得到外面的声音。市场上有很多主动式降噪耳机，但是我觉得做得好也没有几间。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按降噪。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但是我觉得是市场。市场上做，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但是我觉得做得好也没有几间。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按下降噪，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中，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这是最棒的。那你想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是又搭配你自己的音乐，你按通过模式，你理论上也要听到外面清晰的声音，而不是像这个耳机按了隔音，好像也没隔到音，按了通过模式也听不清楚。然后，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但是。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在耳朵里按降噪，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当中，就是完全听不到周围的声音，那你可以开心听自己的音乐。那你如果想要听自己的音乐，又想要稍微听到周围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你按通过模式。应该也要清楚听到哪一个方向有什么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才是最好的主动降噪耳机，而不是像这个耳机这样子，要开降噪，然后又没有降到噪，然后要开通过又听不到什么声音，所以耳机音质再好，我觉得也只能给这个耳机70分。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主动降噪耳机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在耳朵按下降噪，你可以完全有一个自己的泡泡。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最好。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在耳朵里按降噪，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泡泡，你可以听自己的音乐，完全隔离所有外面的声音，这才是最棒的隔离。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动降噪耳机。那我觉得主动降噪耳机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里，按下降噪，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当中，而不会听到外面乱七八糟的噪音啊，奇怪的声音。那你如果想要听自己的音乐，又想要听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的声音，Jesus。